复哭了行吗？啊，有话慢慢讲，好吧？不哭了，你有什么要求想讲想表达？
您跟整明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姻缘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找他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怎么护他的身呢？我要护他的身啊。你护他的身有什么要求吗？你给他。我要找你啊。啊，你找我什么？你让我怎么帮你嘛？你讲。我要修行啊。啊，你修行可以啊，我可以在这里写牌位啊，写牌位在这修行。你告诉我你在哪一道的？你从哪一道来的？我从地狱来的呀。你从地狱？你怎么堕地狱的呢？你怎么堕地狱的？我从地狱来的呀。你在什么地狱啊？你告诉你给我们大家讲讲，你在什么地狱啊？地狱好苦啊！谁还不知道地狱苦呢？地狱好苦。你在什么地狱啊？地狱很多呀，你告诉我们在什么地狱啊？你在什么地狱？啊，在哪个地狱啊？你在什么地狱？给我们讲一下。什么地狱啊？你讲一下呗，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呗。什么地狱啊？什么地狱啊？地狱很多呀，什么地狱？好多地狱。是好多地狱啊！你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在什么地狱？你在什么地狱？你在什么地狱啊？你在什么地狱？我是。啊！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狱？拿个垫子。有地狱吗？有啊！现在人都不相信地狱了。真的有地狱呀！真的有地狱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请静华开始讲解，好吗？行不？好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。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你活着的名字，生前的名字。生前我叫什么人？是哪里人呢？你家是哪里的？我是四川的。四川的呀、四川什么地方呢？四川什么羊啊？绵阳。绵阳，对，绵阳、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我对四川还是旅游了解嘛、我就是绵阳的。绵阳的哈、你是男的是女的？我是男的。啊，你整天办怎么造什么业了？造了好多业呀。杀生呗。杀了。杀人没有？杀了。那你怎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我是古代的。是哪朝代的呢？什么朝代？唐朝。唐朝啊、唐朝哪个年代？哪个年间的是？哪个年间？皇帝是谁啊？当时啊？皇朝皇帝是谁？唐朝不当时皇，你们当时那皇帝是谁？是李世民吗？还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哈、那你唐朝你跟这个整明呢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现在找他，你跟他是什么姻缘呢？啊？
你怎么张三不着，李四不着是吧？怎么找到这个曾敏来呢？曾敏是湖北人呢、哦。哦，我知道他是湖北的。啊，我跟他是夫妻。啊、哦，你跟他是夫妻哈。嗯。啊、哦。嗯。那你现在求他帮助呗，对吧？对呀。啊、哦，那你现在找对人了哈、哦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啊、真的是对吧？啊，真的对吧？好、啊，那个你告诉我，你生前的生前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叫什么？啊、我叫李世民。你叫李世民？哎呀，我是李世民呐！李世民不是皇帝吗？我是皇帝呀！你皇帝怎么会去了堕到无间地狱呢？我到无间地狱去了！哎呀，主啊！你是皇帝呀、啊？那我是皇帝、啊。我知道，那台湾的皇帝怎么会跑到地狱去呢？你以为皇帝不去地狱啊？哦，是这样哈。皇帝也要去地狱。皇帝要去地狱哈。嗯。那李世民他造了什么业因呢？他到地狱去了呢？杀人呐、啊！哦，杀了那个哪里人呐、啊？中国人呐、啊，还是外国人？都杀了。都杀了啊、哦！哦，那李世民去，他现在从跑入地狱，真够冤枉的哈！那皇帝也想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好、哦，那时候这个曾敏跟你是你的妃子呗？是我的皇后啊！哦，是你的皇后。嗯。怪不得你看曾敏，你看曾敏长得。还是我的皇后嘞。怪不得整理长那么漂亮的哈、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现在你怎么从地狱出来？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？我知道金人民在修行。啊，我知道他认识你呀、啊啊，我就是找你。我不是找人民，我找你呀、啊啊。你找我干啥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我知道。那我是谁呢？你是真名的老师呢。那个郑老师啊，他老想着这个郑老师可以教他东西啊。哦。这个郑老师他老想着的。我没东西教他呀，我也是凡夫。他知道你会教他的，他总是相信的，他很相信你的，你知道的。我能帮他吗？你绝对可以帮他，你可以帮他成佛。是吗？你要相信，你绝对可以帮郑敏成佛。我有那个本事吗？你帮他，你一定要帮他。啊，我会的。记得吧？记得。你要帮郑敏成佛呀！好。你不要忘记了。你不能忘记了、啊、不会那你看我有那个本事吗？有。我是谁呀、啊、我是个凡夫。哎，你不是凡夫绝对都不是。那我是谁呀、啊、我不说，你绝对不是凡夫，你记着 你绝对的不是凡夫哟。你好了，你不是凡夫啦，你不是凡夫啦，你好了，没感觉出来。你很好啊。没感觉出来、啊、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我知道。哎呀，你们的身体很大呀、啊、哎，你很好。什么个很好啊？你绝对的好、啊、有饭吃饿不得啊。好，你记得啊，帮着你，帮着你。还帮谁呢？都帮啊，肯定都帮啊。我有那个虚空法界你都要帮。我有那个能力吗？有。这是你说的骗我的。不骗，相信我，我是皇帝呀，我说话你要信，你要帮，虚空法界所有众生你都要帮，知道？你一定要帮。我试试看呗。你有能力。有能力啊。帮。没感觉出来。你会帮的，你会帮的。哎，我是皇帝。你到无间地狱，你跟我们大爷讲讲，你到无间地狱多长时间了呀？那你。你在地狱里是多长时间了？据说这个地狱跟我们人间这个时间啊，有这个时间差啊，不是一样的算法，对吧？对。那个地狱，你在地狱待了多长时间？我在地狱啊。嗯。待了好几百年。怎么才好几百年呢？那你开始到哪去了呀？我开始在畜生道。畜生道。之后呢？之后又到人道。人道。嗯。之后呢？地狱道，一直在地狱没出来。那个无间，我们大家讲一讲哈，这个无间地狱它那个苦怎么个苦法呀？无间地狱苦的你呀、啊！怎么个苦法？那个是你们受刑罚是怎么个受法？都什么刑罚？无间地狱，肚子疼，不光肚子疼吧？好难受，你不提地狱。难受啊，大心呐、啊，大心呐、啊，到处扒呀，是吧？把这里扒掉，把这里拨开，打开，心掏出来，掏出来干什么？吃吗？丢掉，丢掉，
那不是有那个掏心地狱吃掉的吗？你也他吃这个对人的心啊。哎呀，丢掉了再扒，扒了再丢，丢了再扒，是这样子啦。丢掉了再扒一下吗？再扒一下再丢吗？那不就一颗心吗？一颗心，他肯定会丢了再拿回来装进来，再丢再丢，反正是重复，不停，从来不停，一分一秒都不停。你看这个《地藏经》哈，净空老法师考了这些给我们讲《地藏经》啊，讲的无间地狱是个吃受罪哈，以日一夜。一天就一天一夜，万事万事，是吧？对，还有见到的时候，很对哈，很对哈，你知道的。哎呀，就是这样的，万事万事呐、啊。那个真美是他那时候是你那个皇后哈、啊，那你还有那里那种那么多嫔妃呀，那些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呀，对，他们现在到哪去了？都去地狱了。有没有到极乐世界的？没有。那时候唐朝时候那个咱们中国的佛法可是很兴盛啊，那是那时候非常的兴盛，非常啊。那时候你不也信佛吗？我信佛呀。那你信佛怎么跑地狱去了呢？你信佛怎么跑地狱去了呢？我到地狱夜呀。到了地狱夜，你那时候好像是这个。少林寺啊，那个李连杰，少林寺嘛，对吧？那绑着你打江山呐、啊，干啥的啊？对了，你都知道的嘛。那时候玄奘大师那时候佛法这么兴盛，唐玄奘你认识吧？认识。那唐玄奘当时是你的国师对吧？对。唐玄奘他是我的国师啊。那唐玄奘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他老人家现在哪里？他现在极乐世界去了。极乐世界去成佛了呗？成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渡你呢？我找你。你为啥找我？你跟我什么姻缘？和你有姻缘啦。那讲一讲什么姻缘？你怎么认识？大的喽。怎么个大法？你告诉我。怎么个大？啊？什么大？讲一讲吧。我们的姻缘呐、啊，才叫大喽。讲一讲我们什么姻缘？好。你是我的丞相啊！丞相啊，哪个丞相？宰相啊！哪个宰相、啊？你是我的宰相。那当时宰相我这里有个叫魏征的哈、啊。你就是魏征啊！你还在说什么呢？你就是魏征啊！我哪有那个智慧？你是魏征，你都不知道啊！我的丞相啊！我哪知道？我是个皇帝呀、啊！你是魏征。那时候，你那既然这个唐玄奘啊都称呼了，你的国师都称呼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呢？极乐世界我去不了。去不了，现在想不想去？今生跟我一起去，好吧？我在这里看哈，我在这里排位写上，那我给你写排位是写，直接写你李世民的名字嘛，大名嘛。李世民。好。那个杨上人物天写谁呢？这些证明好了哈，那个就是超度的这个就是写李世民，对，好，净空老法师听那个讲经啊，24小时在讲经，你都能听得懂吧？听得懂。好，你不要，你看不要限制时间，你们现在是没有身体，知道吧？不像我们这些凡夫啊，还有身体。对。你听明白之后，万缘放下。好。包括你到了撒叶，撒的这个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包括你撒的这些文臣武将哈，撒了很多，对吧？杀好多人呐、啊！问题是我跟你讲了，李世民啊！我干嘛要杀人、啊？阿弥陀佛！我跟你讲哈，你看清醒一点哈。那个你杀的人太多了。那时候啊，李世民是一代明君呢，在历史上呢。明君又怎么样？杀人就是罪。对，不错。明君怎么样？杀人就是罪啊！是啊，你看，要么你也不会跑到地狱去，还跑到无间地狱，啊，很远哇！杀人都要偿命的，不是说当明君就不偿命。对。这是谁讲的？这是因果不负人呐、啊，因果面前人人平等。人人平等。对。好、啊，完了之后啊，你没有这个心体，没有身躯，你请明白之后，万缘放下。那个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，这点道理你明白吧？明白，我真的明白。证明对，他都跟我说了。证明跟你讲了哈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佛，因为你现在迷了嘛，才做了皇帝，仗着虎包大，可以是不可一世啊？
杀那么多，造那么多杀业，您看现在多冤枉，把自己搞到地狱去了。哈，还好真没修行，还好。对，真你不修行，我怎么办？真没还好。真没不修行，你快来找我呀。好。啊？好。真没不修行，你快找我嘛。我要先找他再找你。哦，先找。我要找他，我要帮他嘛。哦，对，你还为了，你还得帮了你的房后。他是我的房后嘛，我要帮我的房后，我的房后呀，我的房后呀。证明很善良啊，证明很善良哈。啊，今生是春花几枚到。我的房后啊，我的房后啊，我的房后。给你这个壶，这个壶，对这壶。我的房后，他现在这么苦的吗？我怎么让我的房后这么苦了？你在干嘛？我的房后在苦啊！我的房后。哎呀，那你在地狱苦不苦啊？我告诉我。我苦啊！是啊，我心疼我的房后呢，我的房后他也苦啊。是啊是啊，做人等人生还好一点了，那你看在地狱多苦啊，对吧？对，好，那个不伤心哈，咱们走哈。我的房后，哎，你这个房后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名叫什么名字？我的房后，他现在叫真名。啊不，他那个当房后的时候是拿什么房后？叫什么名字？你什么名字？你当时那个房后，你的房后叫什么名字？当时他是什么房后？封了有号嘛？封的号啊，都长时间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个皇后是什么皇后啊？封的有号吗？那是我的堂皇后啊。什么皇后嘛？你讲一下嘛。啊，你讲一下，跟我们大家讲一下。嗯，不知道名字的呀。在地狱才待几百年。我的脑袋昏了、啊、地狱很苦吗？地狱把我的脑袋搞昏了，我就记得我的魂魂、那个地狱啊，我问一下李世民啊，那个地狱就是一片火海，对吧？最开始全是火，最开始全是火，那最后呢？最后进去之后就剥心啦，揪你的心啦，砍你的腿啦，砍手啦，因为你造了杀业嘛，对吧？杀头啊，杀呀，到处杀呀，脑袋都昏了。那你从地狱怎么出来的？我知道真明修行。我怎么出来的嘛？那不有点雨珠啊，都看着的嘛，看得很严嘛。他们说可以的啊，让你休息一下，你都出来了。那我就一来就出来了。他们一说我休息一下，我就中了就跑了。谁该让你出来的？当时该让你出来的，地藏王菩萨吗？反正有个菩萨，他很好，他说李世民，你赶紧出去找皇后。啊、就我就出来了，到皇后身上啦，皇后，我找到我的皇后啦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们大家讲一下。前两天。前两天呐。啊。哦。也就几天而已。也就几天而已。刚刚出来。哦，有三四天吧。三四天。好像一上手，第一天、他不想找你。啊。他害怕。害怕。第二天。啊。他说等一下。啊。第三天。啊。他就去找他的那个杨师兄。啊。杨师兄知道了，今天就带过来啦，我安排的。啊。是我安排的，真名不知道的。啊。你看哈，那个李世民啊，你在唐朝时候啊，他是一代这个帝王，对吧？对。你要去做活，做活之后啊，你要道驾慈航，回到这个娑婆世界，普度众生。我会的。啊，我的爱心你知道的。我知道。你是我的丞相，你知道的。我是有爱心的人呐、就是杀了人，他拖到地狱，我想我有爱心的呀，我想渡人的呀，对，谁知道渡到地狱去了？我是啊是啊，我哪里知道我会渡到地狱去？我都是要渡人的呀。是啊，你明白了？我知道我是邻居，对，我爱市民，对，我爱人民，对，我爱你们，对，最后我到地狱去了，对，你懂吗？对，我不知道我会去地狱的吗？我不知道我会去吗？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对，对吧？对，啊。那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
错了，我一代明君呐、我良心未泯呐、我还是有良心，我爱世人呐、我跟你讲，我爱他们的，我爱的，我不想杀他们，我真不想杀人，我爱他们的，我爱他们的，最后我爱他们的呀，我是真爱他们，我不想杀他们，我哪里想杀人呢？我想啊，我想爱世人，我是明君呐，我是明君。我不想杀你。那林世民在历史上是一号的啊。好，来呈现呈现，看看你说吧，林世民。哇，你们看吧，一代明君林世民都过到今天这个样子啊！你们不以为吗？一代明君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羞愧呀、羞愧，我羞愧呀、我一代明君呐、堕到地狱去了。谁没去过？我有没有去过地狱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没去。我为啥没去呢？你好，你一直都好，从做宰相之后你一直都好。那我逃，我还没到这个时间，我还在这绿道里面溜飞呢，你看。没事，这次回去了。这次回去了。回去。我没信心。你听我的，加紧信心。这辈子去，今生去，不要等待，明白吗？不要等待，一定去。但是我要靠你，你想到极乐世界当然接我嘛。我怎么不接你呢？你是我的丞相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你忘了？咱们是朋友，哥们。我还没找给你气受是吧？没姐，你没找姐对吧？你对我好啊。对你好啊。好，好真好。真好。我会接你的。我会接你的。到那时候你得多带一些菩萨大众啊，那个清净海众啊，把这所有众生啊都接到极乐世界去，好不好？行，我爱世人的嘛，我爱我的人民呐、我爱我的臣民呐、我爱我的臣民。那我跟你讲哈、那唐朝啊，那时候那战争整天杀戮啊，那些造啥业的那些士兵啊，那些将军呢、是不是都堕到地狱去了？是啊。那他们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都还在地狱吗？都在。有没有出来？你给他一块带过来呗。带不来。为什么？太重了，杀业太重。杀业太重了。太重。无间地狱，全都在无间地狱。全都在无间地狱。全在呀。我问你啊，林世民啊，那地藏王菩萨不在地狱救度你们吗？他们怎么没出来呀、救度还要他有良心呐、你没有良心，难道地藏王菩萨可以拉你出来？你要自己有良心，自己有啊，自己有。对，道场不要乱说。对，记住了。听到没有？道场好女不好都别说。对，别遭罪呀、对，人们呐、别遭罪。道场好女不好。对，引国之户。引国之户，对吧？按他去。对，按他去吧。道场，你要好好给我护法啊！把这个事情。我怎么不护你法？我来找你就想护你法，你是我的好丞相啊！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我渡我的皇后，渡我的丞相，都是我的好人啊！咱们大家共同精进哈，携手共进，地狱不恐，誓不成佛，能做到不？做得到，地狱太苦了。太苦了。地狱有多少地狱？我们大家讲一讲。地狱太多，一层。总共有多少层？18层。不对，大的是18层。对，18层里面还有很多很多。18层里面，嘻，那怎么能算呢？那这样算？啊。说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亿年、几，都算不完。这样算不完，这样算，你们看。那地狱多吧？那地狱的众生都有那么多吗？无可计量。我问一下哈，李世民哈，现在我一直啊，就是你那个本性啊，能够希望劝大家就是持素念佛。那现在这个杀业造这么重怎么办呢？怎么能来救度呢？佛陀说，对，怎么来救度？怎么帮助这些众生？这个世界的杀业太重了。我问一下李世民哈，这个2012年呢、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大家警示哈，说这2010年有大劫难了。对，真的吗？2012年绝对有大灾难呐、这个灾难，大，这个灾难会大到什么程度呢？
很惨啊。那现在世界人都这么愚痴，你看以后啊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帮助他们呢？你看现在我们六统这些广刊哈，这些广刊六统这个，你看这省校大不大？有没有效？哎呀，惨到我浑身发麻呀！这个事情真的很惨，很惨，很惨啊！很惨。那我们现在怎么保他？怎么现在怎么？像我们怎么做？啊，李世民啊，现在我们怎么做？怎么能挡住这些众生让他们回头？赶紧封法。封法怎么封？快一点。怎么封？我现在问题是信息啊，没办法呀，那个怎么封啊？都是通过什么渠道？用什么渠道来封？弘法利生的途径很多。最主要最能守孝的。念佛。念佛。那有些人不信佛呀。哎，所以众生愚痴，念佛是最好的。对啊、我对你们讲，这个世界只有念佛了。对呀、啊。你修什么修？修不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对、啊。来不及了呀！啊、你们来不及了呀！啊、快点念佛、啊！哎呀，你们真来不及了，啊、快！是啊。快点、嗯，能快就快。嗯。能快就快。能快就快呀！我跟你们说，谢谢念佛念佛呀。我求你们念佛念佛呀，念佛念佛呀，每个人都念佛呀，每个人都念佛，念佛念佛念佛呀，念佛呀，念佛呀，只有念。现在这些众生很愚痴。现在都是等于这个名闻利扬啊，你看整，啊整这个财产呐、啊，对，啊财富啊，对，他不知道这都是假的嘛，都是假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他放下呢？你看我李世民，对呀，我一代明君，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一代明君呐、啊，我都是这个样子，你们看，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看到，我都要念佛了，你们还不念佛？我一代邻居我都念佛了，普通老百姓你还不念佛？你看那个谁吧哈，你看你是唐朝的这个开国元勋啊，李世民，那在历史上是有号的名君，那现在往后啊，唐宋元明清，那很多历代帝王啊，那他们怎么办？现在不都在地狱吗？有的没在，有的在，不是说每一个啊，不是每一个帝王都过地狱的。昨天晚上跟他们还讲，我说我现在再有几天我得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也不想做事。啊。我要渡人了，太苦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，我看现在真的真的很难渡，现在难渡是啊，很难渡啊，对，太难渡了、啊。我看这个世界都乱套了吧，乱套了。我一看这个什么世界，这是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世界。哎呀，是啊，不要颠倒，真的颠倒了。不要留恋。所以说，我是觉得不留恋。不要留恋。所以我得想尽快的到极乐世界去离开这个世界。都要走。是啊。把我皇后带走。好。不要留恋，放心。我皇后她有一点执着，啊，执着什么？执着什么？亲自呗。那还以为那个老婆很爱她。是啊，我知道嘛，她亲自嘛，对吧？老子喜欢她老妈，她受害呀、啊，她被她老婆害得不行了。是啊。她这几年的苦我都知道。是啊。她被她老婆害得苦。是啊。她还亲自。是啊。她还爱。是啊，他还放不下，亲自放不下嘛，他就是放不下，你要把他放下。好了，好了，他把这个放下，我跟你说，啊，他把他老婆放下，他绝对成佛，他成佛有余。哎，你给我讲几遍。他成佛有余的、嗯，他就是爱他老婆爱的多了。今生要成佛了，今天要成佛。要，他今生可以，好，他可以。你把他的亲自考虑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，那个简直是不是愚痴？啊，愚痴。罗非。好。颠倒，迷惑，迷惑，傻瓜，就是个傻瓜，都被你说完了，傻瓜，哎，你把那个老名是四川的呀？哎，李世民啊，你老家是四川的吗？啊？李世民的老家是四川的吗？我老家不是四川。哎，那你到那时候去了？你四川的开始过的？我出地狱之后，经过四川来这边了吗？哦，经过四川。我经过了一下四川，看了看，首先搞了一个地址，我说要去观察民情。哦。四川也成、我爱我的国土啊，你看你很四北啊，四川呐、我的四川还地震呐、真的吗？好多人、哎，我问你啊，李世民啊，阿弥陀佛呀，李世民，那个四川地震呐、地震呐，我的市民呐、我的人民都真是啊，我出来我第一件事就去看我的人民呐、都在那里啊。都在那里啊，我的人
修行嘛，还完了就是地板王不是，整年饭后再修行，可以找你饭后。我的人民呐、啊嗯，我爱他们呐、啊嗯，就整年就全是我的人民呐、啊。都遭罪了，是啊，我的人民都遭罪了。那么你这我跟你讲哈，我什么民军、啊、我是什么民军、啊、阿弥陀佛呀，我把我的人民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了、啊、阿弥陀佛，这也不是你自己的罪过，现在众生有他自己的业力啊。你看宝和这个四川大地震哈，他是我呀、是你不知道，四川大地震它究其原因是那些众生啊，那些人民啊，他们造了哪方面的业造的最重，才导致这个地震。地震业重啊！什么业？愚痴蒙昧嘛！愚痴蒙昧！不信正法！不信正法！那四川学佛的人也很多哎，对吧？假的！假的！现在学佛是不是都是假的？真的不多。假的多，真的少。真的多就好了。都以为在学佛。都自以为在学佛。每一个人还啊，我是学佛的。我看哪呀，我的心就疼呐。学佛的人多，信佛的人少啊！真心的人少，真心的人少了，太少了。如果真心，我的人民得救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多信佛，我的人民有救，这个世界还有救。是、啊。世界有救的。那现在这个2010年这个劫能不能化解掉？赶紧念佛。赶紧念佛。所有的人。赶紧点！问题是现在不可能啊！你让所有大人说的都那样，大家很多人不相信了、啊，绝大多数人不相信。那怎么办？业啊！这都是业，人业不可转呗。该受的还是要受，该受还是要受。让他们去，让他们去。到地狱去走一趟也好。信佛的人得救，信佛的人得救，信佛的人得救。不信佛的人。让他们去。我问一下哈，你看今天这个，我一直提倡大家，让大家引导。你看我们明天放生，像我们明天放生啊，跟那放生相当于化解众生受三位矣啊。会有多少众生受益呢？他们比你们信。我怎么他们比我们信？他们绝对比你们信。你看我们放生采那个对象，你们看到了吧？那一张对象，你们看懂不？来，拿取下来，取下来看一下。啊，给我看一下。啊，来，给我看一下，我没看懂。我没看到，这是我们去年的观音诞放生的时候，来来来拿下来，那每人找啊，去了，来给我这个，对，你看这是我们2月19观音诞放生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牌子太阳嘛，这上面是阿弥陀佛不？你看一下，哎呦，这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头像是谁呢？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众生，是个众生哈，这是一个众生，啊，他被阿弥陀佛接走了，被阿弥陀佛接走了，好，这个众生棒，好。就是、好样的，就是我们给他这个化解众生受三位矣哈，就假如不给化解众生受三位矣，他能不能把他接走呢？接不走，接不走哈。那证明我们这个每次放生给化解众生受三位，都这个意味，意味很重要，对吧？有意义，有意义哈。有意义。那我们还继续做呗？做。啊。不能停下来。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就错了。停下来错了。接着做。嗯。别停。好。然后呢，这个阿弥陀佛，把这个众生接走了，看到了，就很好，这个照片好，对，大家都发，啊，对，度了很多人，这个每个人一张，好，每个人一张，度了很多人，这个一人拿一张，好，这个东西好，对，很多人不信佛嘛，是啊，我以前我黄河他也不信的，对，我黄河他老以为没有阿弥陀佛，我傻瓜对傻瓜，他老以为没阿弥陀佛，有，有阿弥陀佛真有，对，无处不在，对吧？阿弥陀佛是真有，阿弥陀佛无处不在。对吧？对，哈，就这意思。我们这个阿弥陀佛在你们身边，对对对对，在身边，知道吧？对对，谁？你这里也有，有，你这里有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会成阿弥陀佛，会，我也会，对，我会成啊！你成佛之后，我早早的成佛。我早点觉悟，我早成佛啦。对呀，我一代明君嘛。对呀，我的爱心也是变。对呀，变法界了，变法界了，变法界。我爱他们的，我。小心杀人嘛，对呀、啊，我不知道的嘛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我成佛了。那时候你傻子，我没劝你吗？你劝过，我劝过你，为啥不听呢？我就是那时候执迷不悟，老是不听你的，所以我现在找你嘛。啊，我那时候听你的就好了。好你是个好形象，我一直都记得。我在地狱里面，我谁都忘记了。我脑袋会讲你，我名字也不记得，但我记得你，老是
是我的好形象，你辅佐我有功，不然你有功，你有功，你太有功，太有功。只是好的，有功有功，我应该到极乐世界做佛去吗？会的，会的。我做成佛之后，会的和大自然法轮度众生啊。你会的，会的哈。可以，你不要放弃是吧？你的信心要坚定啊，你不要犹犹豫豫。啊，菩萨，我现在就请教点问题哈。有一位就是在跟前这个菩萨哈，这个他想化解度众生啊，弘法度众生啊，在水啊这里建个道场。好，行不？行，行啊，行。你看能不能兴盛下去，解应大量的众生，解应众生。这个道场是行，但是信的人少。信的人少。来你这里啊，你不要以为全是都信的。嗯，那我知道。假的多。假的多。平常心对待。对。不要受影响，你千万不要受影响。啊，那倒不会。不管他假真。对。我们都度。对。救一个是一个，对，是的，大灾难要来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都是因果，都是因缘，对，由他去吧，由他去。那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灯做这个光盘很红化啊，流通啊，好，那这个光盘这个收效怎么样？效果还好，还好。说是说没有吧，你说不做吧，也度不了众生。你说做吧，收效很少。我知道，我理解你。我们是送到这个凤凰山上去。我理解，但是呢，怎么说呢？你不做又不行，还是做。还做哈。送到那个凤凰山，我们管他几万几亿的啊，就一个也是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就一个成佛，总比你不做好吧？对。做，不要停，停哪不好？好。一点都不好。还是这样，你看啊，今天这个因缘聚会成熟了，你看地藏王菩萨慈悲给你从地狱里救出来了哈，那你就要好好的万缘放下，啊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好，成佛后到他世哈，好，即使有灾难呐，好，也要是就是尽你的能力去普度众生的，好，好吧，好，啊，因为现在地狱的，我指的现在的人造的这个众生的造的业啊。人人都够下地狱的份儿，对吧？现在的众生啊，比你们那个时代那时候造业还要重，啊！现在就是这个地狱啊，地藏王菩萨很慈悲，把这个地狱门呐、啊，只要你是这个阳世间，亲戚朋友、同学，反正沾亲带故的、有学佛的，统统都给你放出来，让再出来找这个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求超度的。啊，这个。有一点帮助。你们不要太相信，说你超度他就跑出来啊，也不一定。不一定哈。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跑出来，还靠自己。还靠自己。靠自己良心为名。良心为名。是善人，到地狱都可以出来。都到地狱都可以出来。是恶人，到这个人间又怎么样？没用。是啊，到恶人在这个人间造更多。没用。不用帮啊，那个你开玩笑，去临时给他自费高着了，我跟你讲。就是啊，我是拍了一把，告诉你们。我刚才拍了一把，让你摆看一下。你们帮我，我找我的丞相来的，你们帮不了我。不说话，你们帮不了我。我找我的丞相。完了之后，我就给你拍了一挂着，你好好听经哈。可以。我明天放生，后天我会回新疆一趟哈，办点事。好，加快一点。好，一个礼拜。信心坚定，好，不要犹豫，放心，不会让你失望，不要受别人影响，好，一定成功的，我接你啊，我等你，好，安心做呀，安心啊，我的真相，安心。这些到时候要靠你，多多加持哈，我护你。到时候我成佛回来，你一个护你，我是你的护法神，好，你记着。我一直护着你，我回来就护你。我先成。我知道你先成。我肯定在你前面嘛。那肯定的。啊，我从你来就护你，我的皇后啊，皇后不要丢。你不要。皇后是好皇后、啊。不要帮助我们两个。你要普度众生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度你们两个，你们再去帮我度众生呐、你们两个都可以度的，你们两个缘分到了。现在这个世间债的人很多，多，对吧？多，债的人多了，都是来救这些苦难众生呐。这些苦难众生不苦，债的人也不会来了。对呀，来干什么事？佛菩萨都着急呀。对呀，佛菩萨比你们这些人着急呢。对，你们还以为自己急，还自以为急。你在那里几十万年了，菩萨是真急了，对，菩萨是真急了，哪
一个菩萨不着急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哪一个菩萨不爱众生啊？是啊，众生这么苦，都为你急吗？你急什么急？你的急算什么？菩萨比你急呢，佛菩萨都急这个众生，这个世界都被他们搞乱了，那他们的乱，我一出来我都吓一跳啊！我说我的天哪，这个世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？哎呀，这个世界、咱们是现在是确实这个世界最末节了，救不了了，看救不了了。让他们受苦去嘛，让他们受苦，我都放下了，能放下了，受苦了，要放下啊，我都放下他们了，该受的业，该受的罪，让他们去吧。是要放下，放下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只能说，想到极乐世界哈，见到阿弥陀佛，究竟圆满智慧了，才有那个能力才来转化人度众生。对，不要老想着说、我在这个世间救多少众生。对，度不了的。自己念佛成就最重要。都愚昧的很。都愚昧的很。你以为你在度？他不是在找你度的，他是好玩的。对。你搞你成佛。一条路。成佛，对，只有这条路，没有别的、其他都是死路，还有一条度众生，对，度众生能做就做，对，随缘，对，自己成佛最重要。想多了都是妄念，对，我现在障碍啊，对，障碍，障碍，不错，你老想着度众生你是障碍，对，障碍你成佛，对，你放下，对，放下，不要再想着度众生。我是这样，我一直是这样奉行的哈，完之后，是啊。放下放下，众生苦，该受业就受业吧。我比你急啊，陈相师，我比你急啊。你以为我不比你急？我想通了，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所以我放下了。我来是想度我的世人的，我爱我的人民的，人民度不了了，我去成佛了，我只有成佛。对，我成佛。对，我接你走。好，还有黄总。好，都走。好，都走，别留在这个世上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要再想着什么，不要再想着什么度众生，你该做的这个碟片我看到了，我刚才在拜佛，我刚刚在那里拜佛，知道吗？看到我没有？看到了。我看到那些碟片，好。发，尤其这个就最近这个万善玄子哈，好，大量流通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好，我一来就看到他，我喜欢。对，我一边拜佛，我就喜欢这个碟，是这个碟赶紧发，对，加油！我们今天下午就上凤凰山了，对，啊，周围的人，你们把这个碟，赶加油，快一点，好，速度快一点，不要把它放到家里。对，我们今天下午把它送走，放到众生身上。对，好，今天凤凰山的人很多嘛。我们今天下午就把它送回去。凤凰山星期六、星期天啊，人多。对，加油！你怎么都知道呢？我一来，我一出来，我是一代明君，我都是先观察民情啊。你我做事情，你知道的。对，我的一件事都是观察民情。我去四川看看我的那个地震的那些灾民，我都看过了，我才来找黄总的。你以为我不看？国事重要啊。国事啊，我观察了所有的趋势，我的天哪！现在你看呢，咱们这个种花大地哈，中原哈，种花大地哈，那个业最重的，到最重的是属于哪一代？哪一代？啊，这我们种花大地啊。到哪一代？清朝。清朝造的最重哈。清朝造的业太重了。啊。清朝把佛法断了。把佛法断了。清朝不断佛法，这个世界有救。清朝断佛法，断佛法，他怎么不干？他断佛法，你说呢？我们再怎么当皇帝，都不能断佛法呀！你说，当皇帝你干啥不好？你断什么佛法？佛法不能断的。那请他是哪个皇帝断的佛法呀？哪个皇帝？是哪一个？到了那个鬼家伙，我恨死他了。是哪一个？听到哪个皇帝断的？听到哪个皇帝断的？慈禧太后。那个鬼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，哎呀！慈禧太后现在在哪里？他现在在哪里？肯定是地狱当中。不要说了，受罪了，受报了。慈禧太后永生永劫都出不了地狱，完了，完了，大师傅来了。
自己他都是永远的出不来的。杨总，你就别挡着，别挡着。啊，别挡着，别挡着，他在拍。慈禧太后出不了了，没有人救他的慈禧太后，他断了佛法。佛法不能断。那个清朝的开完就是乾隆了，乾隆皇帝现在在哪里？乾隆还好，乾隆福报很大。福报很大，现在在哪里呢？是哪都好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在哪一届？他现在在人道。人道。啊，乾隆皇帝已经到人道来了。人道。以前他升过天。他升过天。升过天回来又下来了。又下来了。到了人道。哎呀，乾隆皇帝他现在好像不信佛法。他现在的他不信佛法。怎么运气呢？我不想救他。他现在就。哎，你要救他呀！你要救他，要慈悲救他呀！不是不慈悲呀！我能救他吗？我能救他。他一看能不能来找我？以后太远了，他离你很远。在什么地方？在新疆。我就在新疆啊！啊！我在新疆，我们以后明后天就回新疆了。哎呦，他也在新疆。他在新疆什么地方？他在新疆一个小小的地方，不知道，你们看一下吧。反正你和他的缘不大。不大啊。找不到你的，因为他现在很愚痴，很愚痴啊，很高兴做一个人，我是笑死了。我说我都从地狱出来，我看了一下他嘛，我也把历代的皇帝的全部都看了一下。哎呦，我说乾隆皇帝福报那么大，跑到人间还自以为很好嘞。我说天哪，你看我在新疆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吧？你在新疆那个地方我知道。什么地方？叫啥名字？名字你别问我名字，我都看过。啊，所以我在新疆昌吉，我告诉你。昌吉。哎，昌吉。对，就是这个昌吉，我不知道名字。你问我名字，我的脑袋那么昏。啊，小名字再不问啊。好，再不问。那个乾隆皇帝在新疆什么？那个是哪个部位？南疆吗？北疆？北边。北疆，我也在北疆啊。哎。哎呀，能不能见到他？能不能说？看吧，缘分。好，缘分。说不定能碰到。如果他的福报大，他会找你。不要着急找他、我找还找不到啊！对，他福报大，他会来找你的。你如果说这一次你回去了，他有福报，他会上身的，他会被附身，附身来找你啊。如果说他没有被附身来找你呢，找不到，那就算了，因为你找不到他了，他跟你的缘很亲，很亲啊，不是，因为你跟他说实在话，不到一块，是不是？到了吗？因为现在新疆的这个佛法啊也比较兴盛。嗯，我每次回去都会向一些寺院那里走一走，都在搞这个名利。对，哎呀，让我头疼，我心疼。哎呀，那些都是假的。对，都是。哎呀，我那些不是正法的。啊，现在你们都信正法，搞那些搞干嘛？浪费时间，假的多，你不怪吗？对，这个世界东西都是假的。啊，对，都假的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是，你说的是假的对吗？对，道场全真也不对吗？那可能的啊，假的多。相信事实，假的。别不要去追求，你以为只有那么好，佛菩萨也不那么着急啦。佛菩萨比你急，佛菩萨急的哎。我也急啊！我跟你讲哈，那个李世民哈，你看我在这里这个中华民族万幸主演排位哈，这些虚空八界的这些众生啊，他们排位都有，包括这些他们都能受益吧？能受益，还得有众生受益随缘呗，哈。随缘，好，他们呢，也是好事，做啊，你做就好。啊，现在那个净空法师嘛，对对，就是净空法师也是我的恩师嘛，啊，你都知道了，对吧？我很喜欢净空法师，我看到他呀，我的心啊。那我跟净空法师什么缘分呢？有缘分，你们俩缘分深。很深呐。很深。好，你信他。好。对吧？你看我没信第二个人呐，第二个人拿都拿不走了，对吧？不，你就信他。好。只谈一个。对对对，没有第二个。不要再有第二个。那肯定不会有嘛。不要再结束外面的缘。对对对对。就净空法师。对对对。净空法师好。对，真好，大好人啊！现在我看，我问一下哈，你怎么样？现在你看这个斗神，这个地狱啊，地狱现在快腾空了哈。现在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这个无恶，是不是这个恶也造绝了哈？杀到阎王就造绝了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对，全造，人人都够下，都有够资格下地狱，对吧？也包括我这些都有资格，我就心里很清楚。因为这个世间共业太重。是啊。不能说你。全部共业太重了，全造地狱业，地狱业，地狱业，地狱业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全部我一看都是地狱业。你说哪个没造？你没造吗？你没造吗？全造了。地狱业自己没
所以说不好好念佛，道德经的事情都下地狱。下地狱。我经常跟大家讲两条，就这两条路，你别还是什么司法界六道，讲不讲？就两条路。讲都没所谓，他们不信。不信。跟他讲他也不信，他还以为我说不定去云端，哎，我说不定去天上，他自以为他还会去天上去地上。哪有那么好的福，全是地狱耶！全是地狱耶，我心里很清楚。那这把叫本子叫醒一个算一个，叫不醒，叫不醒。法师也说了啊，现代的人两条路，地狱、极乐世界，是啊，随行。都以为是假的，法师是真心的，只有法师讲的话才是真心的，你们还听谁的？还有那些傻瓜的去信这个信那个信那个信那个，傻瓜，全世界都我信法师一个，对净空法师长得就真的，对，都假的，都假的，你再信就完了，浪费时间，时间快快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是啊是啊，来不及了，现在现在是这个末劫当前，啊，大劫当前，大劫大劫，啊，劫难来了，谁也救不了。阿弥陀佛来都救不了吗？啊，佛来了，你们也不信，你说呢？该受报就受报，我有什么？佛都来了。那你，那你我讲哈，那个李兄啊，你看现在这个，尤其这个南方哈，这个音乐这一块啊，就是这个谐音这一块啊，你看到这个是吧？公开的。哎呀，现在都没有羞耻感，你说怎么办？是啊。人没有羞耻感，你还说怎么办？救不了，因为人心坏了，人心坏了，人心真坏了，人心坏了，多少好人浪费自己的时间，人心坏了呀，人心坏了呀，救不回来怎么办？人心坏了呀，嫌疑重也没办法，你们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，管不了。管不了，嫌疑，这是大家的共业呀，拦不住了，洪水猛兽来了，洪水不来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那个我们大家送佛，我们大家现在念佛送你，现在走好不好？到极乐世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我要早点走，我不会拖出来了。我不跟别人一样。现在你看，我现在把这个念佛集，把这个散字行念了，把它暂停。来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全部念佛。全部来念佛，来来来。咱们到佛前好不好？好，来走，快点，加油！我们要说说走就走。好。皇帝做事要快，不要慢，快点来。来来。啊。阿弥陀佛呀，净空法师啊，你们辛苦啊，法师你辛苦啊，法师辛苦了，法师，阿弥陀佛，回水席呗。法师啊，他喝不喝了？不，法师真的辛苦了，法师啊。好了，人家不是辛苦啊，他不怕辛苦啊。好，法师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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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吧？这就开始正在录啊，你不要动了。没有动啊，这个碟现在才开始录。听好了，嗯，只能拿到正法道场，不要拿到坏的道场。那当然是。这个碟就是给我们的正法道场一个鼓励啊，正法道场啊，好好修啊，非常好好修。缘分很好，好，这个碟的缘分会度很多人的，知道吧？马上撤出来，送到正法道场。给有缘人，有缘人看到会觉悟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也要做出来。可能做出来效果不知道好不好？会好的，你不要担心，做出来，做出来很漂亮。找一个会懂得把画面搞清晰一点的啊，叫他们技术好一点，这个碟做出来好，很好，会渡人的。现在人很难度，我知道很难度，
现在肚皮呀、啊、都比人看不了。你看看正经啊，今年已经。跟丞相拍个照片啊，跟丞相、啊。不要拍丞相了。不用，不用了。现在我和丞相不用，现在是我的皇后，拍的还是皇后。不要合影啊！不要跟皇后，不要跟皇后合影。皇后是我的。嗯，你不要把我们录在一起啊！分开，分开。嗯，他是丞相嘛？你们现在有不懂？不要拍，不要拍。现在有不懂啊？不懂。嗯。现在坐下来，这样讲。现在有不懂，我能理解宰相，我能理解他们的，是吧？现在啊，这个魔法时期啊，这个不回啊，都比人好动。我跟那个来的时候，皇后跟那个杨光都说了，鬼神修行的，对，比人多嘛，比人多，比人修的好。我的皇后都知道，嗯，还不错，我知道皇后有那么一点点，哎呀，不错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皇后感情深，她什么缺点都没有，情深。皇后她的。他怎么？他跟着我，你想他的心胸不广大吧？嗯。皇后的心胸很广大呀。对呀、啊。皇后辅你辅佐我的时候，皇后也辅佐我的。嗯。皇后的心胸爱世人。是啊。皇后和我一样爱世人，皇后就是情重。这个皇后啊，皇后很慈悲嘛。皇后没有堕。慈悲呀、啊。没有堕地狱吧？皇后没堕过地狱，皇后一直慈悲。对，一直是在人道上，在个。皇后找这个老公也是慈悲呀、啊。啊。皇后明知道她老公不好。啊。无业游民，那也吃没什么。皇后她说，皇后现在比较愚痴，她说，对呀、啊，我要渡她，我嫁给她、嗯。你看，完了吧？这没有智慧嘛，对吧？陷下去。是啊，皇后她要是不陷下去，她早成佛啦。早成佛了。她早来找你的，二十年前就找你了。那二十年前我也没闻到祸患。那时候缘分一到，她会让你闻到了。本来皇后应该修行比你好的。啊、是吗？你以为啊，搞得皇后你看堕了这堕了都多少年，跟她老公在一起又不放下，嗯，又不放下，又不放下，嗯，放下，我叫她放下她可能好，也现在机缘成熟了，好好把握，好，大家通省俱乐国呀，哈，到极乐世界去，需要一段时间你帮她，她放下就好了，放下会度众生的，放下他可以度众生了。皇后的心慈悲啦，他慈悲。能看出来。皇后就是啊，皇后慈悲呀、啊，慈悲到没有智慧，把自己陷进去，你说呢？你一看那个，好事变坏事。对对，慈悲没有智慧就是变坏事嘛，惹祸端嘛。变坏事。皇后从生下来他就慈悲。对。从家里，他在老家湖北的。他老家湖北。你去问一问，湖北出了名的，超好的一个小孩。嗯。在娘家也好，在嫁到她老公家，个个都知道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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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说好。皇后自己没智慧，自己没智慧，没智慧。我现在看到皇后心疼。那你说哈、啊，咱现在就是她修行哈、啊。好。这个修行啊，现在这个政府这个道场哈、啊，你看政法道，有些正规的道，你看得多气派呀，都是搞那个建筑去了，是吧？建大庙，建的富丽堂皇。啊，这个，他们话你听到了吧？我不想听。对，不好的不听。对。啊，我们学会修行人。就想了想了道理。修行人不听不说坏的。对。不谈坏的。对。不想坏的。对。自己去观察。啊，好与不好在自己心里，不受影响。对。OK。啊。那你好好给我们大家开开示，开示开示哈。我们就好好怎么修啊？开始就不用啊。嗯，我知音知音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现在的佛法，嗯，都没找到根。都没找到根，那根是什么呢？心。心。嗯。都没找到根，所以说再多都是，是吧？没用。那怎么能让这些我们佛门的这些是个这些四种弟子哈，有在修的也好，没在修，怎么能找到这个根呢？根呢？啊？是他怎么能够去往这个根上归呢？笑笑笑、啊、笑笑笑道笑。嗯，这样好好给我们去来讲一讲哈。这个孝道，现在你看老人家这个苦口婆心的慈悲啊，可以说让大家学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弟子规》，都不笑，都不笑。
我们那时候你知道的，我小是啊，谁敢不听父母话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现在怎么能不能转过来呀、啊？这个弟子啊，难了。弟子规是不是普及了？还没有嘛，还没普及啊。学校都还没有，国家还没大力推广嘛。对嘛？对呀、啊。弟子规普及之后啊，会救一部分。会救一部分，会救一部分，一部分，一部分。嗯，但是不普及更糟。嗯，把弟子规普及还可以。嗯，弟子规赶紧普及，普及完了也只救一部分。只救一部分。嗯。因为现在这位大爷就是造业造的太重了，造的太重了，大爷都是被这个命啊。我有一个事情问一下菩萨先生，菩萨好。我们家里有个狗啊，和狗养了4年。到底什么原因？他也不肉也不喜欢。听，我是一代明君，管大事。我跟我的丞相管大事啊，不要再问家里的小事了啊。好，我们谈政治啊，谈国事，谈目前的趋势。嗯，对，谈家，好，谈一些家事呢，不是我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修行心要静，不受影响。这个环境修行太难，很难，坐在这里也很难，真的。观众看到了，太难，我看吧。苦。你们修行，我理解。放到我们那个朝代，你修行不会受这么多苦。那是，那是，到我们唐朝，女修行成佛了。早就做了。现在苦了那么久。嗯、你苦的久了。嗯。你苦的久了，真的。嗯。我理解。嗯、好。修行好。来看一下这个。汶川。汶川。汶川，那个人比你妈妈。比你妈妈。比你的，眼前都是比的。嗯。对的是人，对的人，对的一次，哪里会报得到数字？三百元，我的人民都这样子了，他们都没了，没了，太多了，看到他们我就觉得，我觉得我惭愧，没有把你们救活。我没把我的人民教好啊，我的人民都没教好，都教坏了，教坏了，我多少地狱都把他们教坏了。以前在我的朝代，我就比较小，教小笑坏了，我一回来全坏了。这个灾民不能都归咎于你自己一个人身上，我爱他们的。你爱他们也好，他们是吧？这个也有他自己的业力，啊。如果大家都遵纪守法，是遵循孝道，哈、啊。好。那肯定学校就不会堕地狱吗？啊，也不会有那个劫吗？我们唐朝的孝讲得好。是啊。你记得吧？对呀、啊。我们教孝教得多仔细。学堂。对、啊。私塾。对。寺庙。对、啊。我们祠堂。全都教孝啊！对，你记得吗？都教，从我们国君，到小到老百姓，全跟我学孝。现在，那您看现在这个风气啊，能不能转过来呀、啊？有没有希望？还有希望啊！还有风气可以转，风气。人心一部分，你记得啊，人心一部分，风气可以扭转，可以扭转，还可以。但是真正救到离开地狱道，真的，真的，先把风气转了，总不能说世界上这每天看着打打杀杀。那现在这个世界这打打杀杀很严重哦。打打杀杀，杀也重，杀也重。
你看那个美美国在这个全世界当时充当世界警察嘛，你看是吧？把这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还是众生，是众生，美国没了，没了，美国会不会？这我知道别人，人家不行。美国王国，你们看着，嗯，你们看得到了，对，美国绝对王国嘛，所以我们多心痛嘛，我不想美国，这个国家没了，看中国，中国还有希望，中国有希望，中国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希望，哎，对了。中国是世界的希望，是美国没了，美国没了。在这个世界一天多待多少天？多待一天多少天？多一天多少天？谁知道？那也相信，相信学历很多，都是迷信，迷信的。那飞来度，大家都称呼飞来度这个世界的毁灭了呀？没有毁灭，没有毁灭，不会毁灭，毁灭不会的，灾难有，灾难有，毁灭不会。你刚才讲哈，你是那个唐朝的开伟皇帝李世民，啊，李世民，啊，你们都知道我是李世民。你从地狱出来几天了？三天，今天第四天。今天第四天。才出来，我才从地狱出来。刚从那个从无间地狱出，无间地狱，啊，就刚才你说过，地狱是有的，地狱很多，肯定的有，绝对有，世间人不相信，看到不相信，我去哪我相信啊，世间人不相信，啊，我现在出来说了，还有人不相信呢，我们现在还有人不相信，在座的。在座的还有人不相信？年轻人还有希望。是。大家想休息的时候，休息。念佛高修，念佛。光念佛，老实念佛。老法师讲了啊，老法师听老法师的话，不要问那么多。老法师怎么说你怎么做。老法师。其他都是假的，都假的，哎呀，你们还不信我，烦，头痛。哎呀，你信？信。你这次出来是不是也要也那个就可以解脱了？我可以，我要成佛。啊！我肯定成佛，我只是一念之差，我是一代明君啊！一代明君，我爱世人的，我爱人民的。我现在一念之差去地狱，我忏悔了。忏悔了地藏王菩萨把你们从地狱放出来。地藏王救了我的嘛？叫我去找皇后。找皇后就可以了。找皇后就可以找宰相，找完宰相可以直接成功，没问题啊，我没问题，大家有问题，大家有问题，我没问题。那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？开神咒啊！我们现在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有个色身呐、这个色身呐、就是舍不掉嘛，舍不掉，就是舍不掉嘛，都以为这个色是你啊，是你啊。告诉我怎么死？告诉我们大爷怎么死？生不是你们的，那我们大爷怎么要把这个身体死掉？怎么死呢？念佛，念到完全的没有这个身体，这个身本身就不是我们的。本身不是的。
都执着这个事，都以为是啊，这是我，绝对的不是。这个生意死了，还有什么事不好办吗？那是你们听得问，不停的问，不停的问，还不是就是执着，这是我嘛？哎呀，就这么简单呐、就这么简单。谁又能放掉做这个色体？这个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就解脱了吗？还讲那么多？这个不是我就是完全解脱，来去自由，虚空法界，你想去哪里去哪里。现在就是执着太重了，就是现在迷惑颠倒嘛，迷惑，迷惑，真是迷惑，迷惑，太迷惑了，太迷惑了，太迷惑了，放弃，放掉色身，放掉色身，一切都可以成就。不用着急，不要急，你不要急。没关系，我想找到你这个靠山了。啊，你现在你要帮我啊！不急，我不，你看我像急的样子吗？哎，我只关心你，你成就了，他们可以成就，你要成就，你要先成就，你的责任重大，我是来找你的，他们都是你雇的嘛，没有必要跟他们谈，是吧？你成就，他们就成就了。那这位师兄是大菩萨了，他讲要转大法门了。好事情，阿弥陀佛，好事情，阿弥陀佛。对，好事情，我们会帮你的。你转大法门，我们帮你，帮都帮。转大法门，我们都帮。对世人、对人民有益的，我们都做，我也做，大家都要做。你这是打算出来哈？刚才我们就是大连地方，你不想，你想在这待上一段时间再走吗？还是？哎呀，我就是舍不得你和皇后，想待几天，我走没问题，但是我还是舍不得你和皇后，舍不得呀，还是舍不得。我执着不是执着，没有执着，就是刚出来也要看一看，关心一下你们，看一看好。想走随时都可以走，看一看。在你这里待几天也行，你欢迎吗？欢迎啊，怎么会不欢迎呢？那我在你这里待几天，给你交流交流，帮你一下。要帮一下，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们大家指点的啊。帮你，不要说指点，帮你，我会在这里待几天，帮你一下，在这边看一下呀。你那些牌都很好呀，做得很好。我这是三位师兄法印做的。对，他是老法师做的。好，我来了，我说了，他这个地方越来越多。密密麻麻，很多很多呀！这里的众生往上就更多啊，都在这里了，在修行往生，还现在目前还不多，都在修，都在这，这是个好道场，这是个正法道场啊！你们不要小看道场，不是富丽堂皇叫道场，错了，这是道场，这里就是道场，这里也可以读虚空法界，也一样。每一个家里都是道场嘛，每个家里有请这年位来供养，请老法师来讲经。对，就是好，就是道场啦。老法师应该跟你们讲过吧？讲过，要不我们都是老法师供养，就是他讲过嘛。你一个小地方，你都读虚空法界，哪里要做一个富丽堂皇的道场？劳命伤财呀！现在就是劳民伤财的人都太多了，不要干这个事情，都在做这个，不要干这个事情，不要干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啊，干得多了不好，也是造业。你们以为道场就好，造业啊！现在多少道场的造业呀、不停，不要停。道场在每个人心里面，好好修行也是道场，都在学佛。我都说了，学佛多，信佛少。幸福的少，好少。那个唐朝时候啊，唐朝时候那时候修佛的人很普遍的，对吧？那时候成就人多不多？多。是出家人多吗？还是在家人多？出家在家都多。
都多。都多，那时候我们风气好，国家风气好。嗯。所以在家出家都多。嗯。佛法只有从浅抛没了之后，啊，这个就真了，对，真正的佛法断了。嗯。然后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。好东西没传下来呀！好东西没传下来。我的好东西也没有传下来。你的好东西也没传下来。都没传下来。那你沈经云那时候是一代帝王哈，那时候什么好东西没传下来？你认为？人心淳朴。人心淳朴，都在这里。人心淳朴，变了。什么孝道啊？在你那讲的孝道，没传承下来。那现在老法师在抚育哈，把这个祠堂啊，还有这些城隍庙，祠堂好啊，都恢复起来。嗯，祠堂好，也需要时间。需要时间。现在姻缘不成熟吗？做了也没用。做了也没用。你祠堂就在那里，没用。没用。那你说什么原因呢？现在就是做了也没用，什么原因呢？不是，你没听明白。嗯，就是你做了祠堂没用啊，祠堂住在那里，它需要一代相传啊。目前这些人民受不到益，目前受不到益，要慢慢。就现在这个人的污染太严重，对吧？对，它需要几代几代的传。不是你们想的说，我今天一去传统文化一做，全世界人民的就好了。嗯。不是，需要代代相传。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需要个两三代。两三代。我们这一代只能说做普遍。你们只是说打开一个局面。对，打开一个路。没有利益是到第三代之后。这一代苦。这一代我的人民很苦。二代三代，三代之后慢慢会好起来，嗯、这个民风会好起来。尤其现在的孩子啊，你看，不过我们这代下一代还得更苦。啊，是啊，他们现在简直是已经可以说，整个这个观念什么都是偏颇的，彻底偏颇。前面这个就打通过这个伞，那个就是那点哈，那个派瑞那里啊，过那个伞子信念播放机啊，你都看到了那个伞子信念播放机啊，好不行不？跟这效果一样不？红火这个效果一样不？一样的，这个也播，这个也播，不要停下来。然后他们这些东西，你看这么多，全部在休息，全部在听他，我都听得好好的，他们都还听得比你们认真。你看那边那个播放机是老净空老法师，他在那播经，播这个地藏经、十三业道经、无量寿经，还有九红伞师信念的讲记哈。那边播经，这边播伞师信念，他互相有没有冲突？没冲突的，没冲突的。他们知道听什么听什么了，他自己会选，自己会选。不是像你们人类说，哎呀，这边的播我那边有草，不会，他知道。我想来这边来听，我就来这边听；我想去那边听，就去那边听。哪像你们，他互相听。不是极乐世界，他们在中间隔了一条缝嘛，他就听不到了，知道吗？他中间有缝的，他有墙的嘛，你看不到这个墙是吧？他们有墙，那就到这里，那。他有个墙格子啊，听不到，你们看不到。他有墙。那个放生哈，你打比方说，像我们这个放生，目前最多我们可能达到一次达到3万多块钱，啊，2万多的有。那这个像哈，对于可能很多人来讲，哎呀，这个
几万块钱，反正拿去就把买这些动物埋它，把它放掉了，就像冷掉了一样，能有用吗？不是，因果报应丝毫不。嗯。不管啊，对，别人抓是别人的事情，对吧？嗯。你看，目前我们放生就在那个撒井那个红天湖那里啊。你就一个是一个嘛，你不放，别人在撒，你又不放。嗯。那这个世界撒的是那高平姐啊。嗯。怎么能撒人呢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嗯、我撒了那么多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嗯。你还要是还不放生，还不赶快放生呢？放生，赶快放。嗯。你不管，你放，嗯、全部放，嗯、都要放生、嗯。现在这个刀柄节，之所以它就是破烂名节呀、啊，就是因为现在众生吃肉，啊，造杀业造太重，啊，每天到那出那个市场看看那个鸡呀、啊，不要看，哎呀，看不要去那里。我还没整件事呢哈，你好，我这两天听我讲哈，我每次就是有意无意的会到这些卖肉的啊，卖鸡卖鱼这些杀众生的地方哈，我去到那里，给他们带阿弥陀佛，给他们受三皈依法，哎，这样他们能不能受益？能，你知道我在，你要转一圈把他们带回来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在这里跑。是吗？他会跟着我过来吗？在我后面跑了。哦。来。哦。你以前就带了好多回来，你不知道。是，我经常这样做嘛。你转一圈，他就觉得啊，快点，来了，都跟着你后面。哦。我在那里的受三皈依，他们能受益哈？能，肯定都跟着你跑了。哦。都在你后面。那进到这些公开炉子。啊，嗯、多做。就啊。所以你这里我都说了，到时候都挤不下啊！现在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啊、你道场没有大小，就像你刚才讲，道场没有大小啊，对，虚空法界才是能大的啊。不是说这个面积多大，它不是大，好大的很呐、啊。你对他而言，法界法界众生没有障碍吗？没有障碍，他们没障碍，你们有。现在这个哈，我在哪里？我这边，我现在要建立这个观点啊。学佛的人如果不吃素还吃众生肉，样他就不是佛的人，对吧？那不是学佛人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拿着吃肉还说是学佛，他吃肉那肯定不是学佛的人。不是学佛的，那佛菩萨没有吃众生肉、嗯、对吧？以前我们谁学佛的啊，以前的佛法，唐朝的佛法，谁吃、嗯、谁学佛还吃肉了？嗯，乱来，吃肉是乱来，还学佛还吃什么肉？哎，我再问一下哈、啊，那个，像我们这个给这个法界众生受三皈依哈，就给他就是放生的时候那张皈依证，佛化了之后，是不是这个道场所有的众生都能拿到，人人都能拿到一份？我刚才给他念了，观世音菩萨就是用变异真言呐、啊，人就是说一亿计分呐、啊，给他们法化，他们能不能得到皈依证？能得到哈？可以得到，可以，一张就可以了，不要发。就画一张嘛，哎对，一张可以了，不要搞很多。好，一张你全部说好，嗯，给他们所有众生，对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哈。嗯、哇，你看，我们这也是很殊胜的因缘哈。我们这位大哥给我们啊这个作界方面的交流啊。来，让我们说坚定道心啊，好好念佛，嗯，好好念佛呢。因为很多这护体哈，到现在可能在座的人，他们很多没遇到这种护体的现象。嗯，因为我是很清楚。我来是也度人民啊，是啊，我来这里很无聊啊，还跟你们聊。住的已经坐的汽车嘛，上面就有介绍嘛。你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不累哈，就是我心很难受。心很难受啊。啊，这红卫兵的压死的哈，知道有哈。他是76年嘛，75年起公司的。哎，随缘呗，你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，那这样呗，嗯、你好好在这修呗。好，好吧。好。啊，嗯。要不要为难你的皇后了？站长他身体上很累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啊，完了之后要不要你排位挂一个排位哈？好。好，就按上面那样讲。啊，你挂。啊，李世民。下面这个杨上人就填曾敏，你的皇后的现在这个名字曾敏，对啊，对你写，来，在这写呗，来写，我来写吗？你来写，你写。
字写好。好，那个上那些这个称谓怎么写呢？上面。你是你皇帝啊。啊，写皇帝，你是皇帝哈。嗯。啊。我对，那有。哦，地，实际上写错了，好像是。没错。啊、地呀、啊。是这个地。是这个地吗？人民的民啊，对吧？嗯。你看是这样的吗？皇后，皇后。哦，皇后。不写人民两个字吗？后面加皇后啊。哦，后面加皇后啊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呗。行不？好好。你看哈，你什么时候走，你自己把握。嗯。啊，因为你现在可以随时可以走哈。对，我随时。对，是可以走。嗯、你愿意在这等，就在这多待两天。嗯。我明天放着，后天我会飞新疆飞一下哈。嗯、我26号就过来了，一个礼拜。我待在这里帮你。好，在这帮我。终身也要帮你。好啊。我这里。好，我不在，我在一个礼拜，不我不在。我在这里管一下，你看那么多修行的。好好好，行。行，那你要好好的复发哟。嗯，我会的，我会的，你放心。你什么时候你认为就是啊，想走了就走，到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哈、啊嗯，圆满这个自信之哈、啊嗯，觉悟之后彻底究竟圆满了，圆满活道回来，道家之哈，回来普度众生啊，会，好吧，会，好好的护持我们啊，护持我们这些同学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代表这些同学们呐、啊，代表众生哈、啊，好，感恩你的人，好，多谢多谢哈、啊，阿弥陀佛，感恩感恩。南无阿弥陀佛。